怎么样，激动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吧？什么时候去北京啊？我去帮你买票。谢谢啊，不急。哎，这怎么能不急呢？代表团3天后就离开北京了。哎呀，离开就离开，啊？ 主任，我谢谢你啊，他公务繁忙，我这也离不开。算了，你怎么能算了呢？人家那可是从地球那边飞过来，这大老远的，你可不能说不见就不见呀。我说不见就不见。哎呀，老罗，坐坐坐。哎呦，你倒是跟我说说，你不见的理由啊？没理由。哎，你个倔老头。 脑子进水了，啊！你摆臭架子也不看看什么时候了。行，哎呦，我就不信啊，找不到一个能劝你的人。哟，楠楠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路过啊。 回来看看您。你不是刚回来过吗？怎么了？儿子想您了，多回来看看您，您还不乐意啊？肯定有事。人太聪明也不好，什么都瞒不住您啊。我是有事儿，大事儿。说吧，什么大事？那我直说了吧。说。 我先向您赔罪。你跟阿蒙怎么了？这次没阿蒙什么事儿。你看你这个嬉皮笑脸的样子，就没什么好事情。我跟你说，妈妈特别忙，我还有一篇论文要写，我要去查资料。等会儿再说。哎妈，您先别走。哼，怎么了？在我很小的时候。 差不多10岁吧，我犯过一个很大的错误，我偷看了您的日记，知道我有个亲哥哥。妈，您别怪我直来直去的，我是还有个亲哥哥，对吗？ 您说什么对不起啊？您受苦了。楠楠，你真的长大了。妈妈本来一直想跟你说，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真的很想跟你说的，我也没想到你已经知道了，你还能这么理解。 谢谢你，谢谢。妈，你为什么今天说这件事情？因为他也在找您。你说什么？他还活着？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？你怎么知道他在找我？妈，您先别激动，您先别激动。我能不激动吗？ 你说妈妈怎么可能不激动呢？你跟妈妈说怎么回事？妈，他离您不远，这个人你也认识，他就是夏天。你瞎说什么呀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 夏爷，啊，你今天气色好多了。那是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儿子媳妇伺候的好啊。<笑>刘小莲是你儿媳妇，嗯，我们都知道，嗯，原来也是这个医院的，可有名了。那孩子好啊，都当大老板了，哎，可有本事了。爸，聊什么呢？那么高兴？哟，刘老板来了。
说曹操曹操到。你们说我什么呢？你公公一个劲的夸你，不配合都不行。真是辛苦你了。没事没事。你咋不去上班呢？餐厅不营业了，这儿有医生护士，你不用来。爸啊，我来呢是想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您托我打听的事情有下落了。夏天的父母，哎呀，这么快都找着了，这不可能吧？这，哎，他们在哪儿？您做梦都想不到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妈，这就是全部的情况。现在您还觉得我是开玩笑吗？生活往往比电影电视剧都精彩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众里寻他千百度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夏天就是您失散多年的亲儿子。吃给我。为什么只有两毫米？哦，连长，这国家的标准啊，就是两毫米。我的要求是高于国家标准。是。连长，连长，有你的电话找你。谁的电话？你还是自己去接吧。你让他留个号码，我一会儿给他打过去。是老爷子的。怎么不早说呢？哎，你们过来。刚刚啊，连长也说了，对于这个厚度的要求必须高于国家标准啊，下次改进，好吧？啊，行。去找妈。妈，妈，您干什么去啊？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向他赔罪。妈，现在不行，还得再等一等。啊，我还等吗？我还等吗？我都等了三十年了，人生有多少个三十年啊？我要去找他。妈，你冷静点儿。我冷静不了。您就这样去认他吗？现在您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夏天，啊，还有郭爷爷。您不得先跟他谈谈吗？我一激动，我给忘了。对呀，这三十年，我骗了他三十年，我怎么跟他说呀？我怎么跟他说呀？我怎么办？还有地下的人。他们地下要有吃，他们会原谅我们的呢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办。妈妈就是一个罪人，妈妈罪孽深重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喂，哦，哎，喂喂，儿子，爸，怎么了？哦，我没事儿，吓死我了。没事就好。爸是爸，哎呦，爸你怎么咳嗽了？你没事吧？哎呦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哎呦，爸就是咳嗽两声，把你吓的，真是。啊，没事儿。这个，爸就是想你了。我也想你了，爸，你放心吧。我这大会战还有五天就结束了，忙完了我马上就回来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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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儿子，等等，等等，你今天呢，还是过来看看爸爸。今天，有事儿吗？倒是没什么大事儿。爸，你现在哪儿啊？我在医院呢。在医院？
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马上回来。哎哎，儿子，你听我说，喂，喂，儿子，这，哎，哎呦，感谢院里呀、啊，感谢院里的关怀，还劳您院长大驾把这张机票亲自给我送来。但是抱歉，这张机票我不能接受，谢谢。老郭，北京侨联专门打电话来关心你们俩的事情。嗯，亲兄弟，50年没见了，你就不想？想啊，怎么能不想呢？50年，我想，我死去的爹妈更想。我爹妈就是想他想死的，为了这个儿子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死不瞑目。我不能理解的是，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，你就不能回来看一眼，就不能回来到爹娘的坟上来磕个头赔个罪？他在海外的产业大，业务多，很忙吧？哼，那叫他忙去吧。老郭，这两岸隔绝造成了很多的人间悲剧。我觉得，如果有机会的话……机会？什么是机会啊？哼，你不知道，撤离大陆的时候，我娘重病在床，想见他一面。他托人回来带话说以后有机会，就为他这一句话，我娘哭瞎了眼，一直在等他呀，20年死不瞑目啊。临走前跟我爹说他爹，我走了，你还有机会。又是10年，机会。什么是机会啊？机会没了。只要他郭太平不回来，在爹娘的坟前磕个头赔个罪，我郭大安就没他这个大哥。我这辈子我都不见他。爸，怎么了？啊？儿子，儿子，啊不，不不不，爸高兴啊，爸高兴，不是不是，爸应该为你高兴啊，是不是？爸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的大儿子郭太平回国了，就看他来不来这儿了，就差一步了。哎，来了，小宁，快快快进来进来进来，来，来，叔，来坐坐。叔，哎，这是干什么？叔，啊，您的孙子找到了。什么？我跟郭风宝的儿子找到了，我有孙子，叔，找到，叔，
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哎，爸，爸，你听我的，不行，您不能离开医院。哎呀，我不离开，我咋能找着他呢？不，我得去找他，我不能在这儿待着呀！你说在这儿待着不行啊，你就急得很呐。爸，我了解夏天，咱们给他点时间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那他回不来咋办呢？啊，我不能在这儿等着他，我老见不着儿子，你让我去找他。哎呀，爸，哎呀，不行，我得去找他去呀！这，哎呀，急死我了这。喂，谁呀？哎，老郭啊。哦，啊，程院长啊，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，那个郭太平先生啊，听说您去不了北京，他决定推迟回去，赶回来看您。你说什么？他要回来？他会坐明天早上的第一班飞机啊，然后，我们院里会派车去接的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啊，哎，程院长。我自己去啊，我自己去接，就不麻烦院里了。谢谢谢谢啊，您就别客气了，乔连都安排好了。那这样子啊，明天早上8点，啊，车会到大门口来等您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谢谢谢谢啊。那就这样，再见。郭太阳的哥哥要来啊？啊。听说还是个什么大财团的董事长。是，那我还真没想到，郭泰安的哥哥，居然还是个大人物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哎呀，儿子，哎，儿子，哎，儿子，你咋才来呀？你醒了啊，爸啊，我带您去个地方，去哪儿？到哪儿您就知道了。走吧，啊，来，我背你，啊，现在就去啊，现在就去。哎呦，你还背我去？来来来，慢点，慢点。去哪儿啊？走吧，来，去哪儿？把包拿上，走。哦。爹，娘，您的大儿子郭太平要回来了，他真的要回来了。老伴儿啊，老伴儿，儿子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咱们郭家有后了，啊。夏天儿就是咱们的孙子，谁说福不双至啊？啊，今天这两个福就一起来了，咱们全家就团圆了。哎。别着急，我来，我来。夏欣，夏欣，慢点。哎，还是这地方好啊！你们看啊，这吹过来的风都是香的。
慢点啊。夏天他知道您想家了。嗯。他说您在梦里啊叨叨的都是水镇，他其实早就想带您回来走一走看一看了。我这儿子呀，知道我想什么要什么。这孩子呀，从小这心呀就细。爸啊，你就别说我了。嗯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，什么都别想。我还真想夸夸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那是天底下最孝顺的儿子。哎呀，我夏铁成啊，有福气呀、啊！走，小心啊。小心，小心吧，爸，你等我，我过去。嗯，来，踩上那边，小心啊！哎呀，儿子，你看，时机。哎呀，站那干啥？赶快去抓呀、啊！爸啊，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现在可不能随便乱抓了。你小时候，老爸可没少带你抓这东西。记得，那时候啊，家里条件不好。那炖锅石鸡，那真跟过年似的。爸啊，你看这屎多清亮。哎呀，是啊，这水呢，比那城里的自来水强多了。哎，要不怎么说，这山、树、这水，让人爱不够啊。爸，嗯，你不是一直想回来吗？啊，今天啊，整座山都是您的，让您好好感受感受大自然。哎呀，哎，干嘛呀？看着啊。看见鸟了吗？哪儿啊？你看在那儿呢。哎，不用，别，你看我在。哎，我不管。哎，我们你想干嘛？哎，耶，咱们耶。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不行吧？你的儿子能跟上我不能？来。哎呀，哎，准备好啊。打开吧，这样是吧？小伙子，你好，我能进去找找人吗？不好意思，不能进，你要到外面等候。啊，是这样，我是来接我哥哥的，他岁数大了，好几十年没有回过国了，他说好是坐这班飞机来的。您是郭台安先生吗？哎，我是，您是？我是威廉，董事长助理。哦，哎，你好。那个，您借我说话。哦，好的。啊，您说，怎么？郭先生，非常抱歉。今天就在要登机的时候，我们董事长突然心脏病突发倒下了。啊，不过您别担心啊，经董事会研究决定，立刻转移送往香港抢救治疗。虽然他今天来不了了，但是我能看得出他非常非常的遗憾。
您的意思，我父亲的时间不长了。是，我很遗憾。那还有没有别的治疗办法？能给患者上的手段我们都上完了。如果在最后的时刻还需要做些什么的话，我担心会给患者造成过度治疗。这就要看你们作为患者家属还有患者自己是怎么想的了。那奇迹呢？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啊？小天，奇迹已经在你父亲身上发生了。就我们掌握的检查结果来看，你父亲能坚持到今天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。他很坚强。要睡的就醒不过来了。儿子，我梦见你妈了。哎呀，她还是那笑眯眯的样子，头发梳到后边。她对我说，她说我老了，不过他还说，他说你爸还挺精神。行了，爸，少说点话，歇一歇。儿子，爸，听爸的话啊。咱不强求，不花钱，不受这个罪了。人呢，都是定数。到日子了，爸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您现在要做的是好好养病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想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儿子。今生啊，咱俩那做父子，此生无憾。哎，儿子，要幸福啊，要幸福，小莲要永远幸福啊。如果有来世，我们还做父子，我还做您的儿子。哎，好，来生还做我儿子，好。哎呀，差不多。圆满了，还没呢，还差一顿团圆饭，是吧？哎呀，到底是我的儿子。懂爸爸的心呢。
来，来了。小心，哎，小心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大王，哎呦哎呦，没事没事，都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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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慢点。啊，没事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啊。哎，这边都来了是吧？哎，啊，谢谢谢谢。来，都坐都坐，哎呀，坐坐坐，都坐都坐啊，坐坐下啊，哎呀，坐吧。哎呀，今天咱这顿饭呢，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团圆饭呀。对呀，对。哎呦，你看我这没出息的，不说这些，不说这些了。哎，儿子，酒都倒上了吧？今天啊，咱喝个痛快。哎，啊，哎，喝个痛快。哎，啊，来，哎，儿子，跟爷爷敬酒。哎，哎呀，爷爷，我敬你。我替您喝了。对不起，不会，姑姑，我们的儿子找我麻烦，妈。不要再哭了，不要再哭了，谁也不要再哭了。来，把杯都斟满啊！来，你也把水端进来啊！去上大学是吧？来，好，来，哎呦，把，哎，一起干一个，来，来，好，来，来。哎呀，行，行行，爸，就喝一小杯啊，你就让爸喝了吧啊！不能喝酒，这酒爸非得喝。爸呀，感谢你们啊，谢谢儿子，谢谢小莲，谢谢啊，你们圆满。我也
圆满了。啊，来来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喝啊！来来来，为了圆满。还记得那段时光，温暖如春，却未知再美的梦已经黄昏。那些是向日间加深的细纹，时刻在提醒我们，每个人每一步都心存疑问，这一路上曾相伴的人为何陌生，拥抱留有余温，久久不舍离分，就算心里很疼，说的话也相信故事完美的发生，如昨天一样热忱，擦干眼泪，还有你的包容陪伴，才有决心去对抗黑暗。